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时尚聚焦。九月三十号，外面已经很冷了。国内，国内现在过十一了。这想想想想，说不上来的，说不上来的感觉。二零一九年十月一号，二零二零年十月一号，现在已经二零二一年十月一号。原来有人说度日如年，可能对很多朋友来讲，说过一天呢就觉得很那个。对于我来讲，我觉得。 我想象不出，二零二一，二零二一已经，已经一年都快没了。从美国大选到现在，十一个月了，这这川普还，这川普还如日中天呢，还还还是那个，所以这是我挺感触的。其实时间太太快了，时间太快了，很多事情的发生的，我们又觉得很遥远。那其实如果很多朋友认为是苦难。 认为现在的时间概念是苦难，的苦难的话，你让我说呢？有着一种神佛的慈悲，让人们以最快的速度度过度过这份苦难。但是人自己得选择，现在现在是人自我选择、自我做决定、自我做选择的。我昨天节目中跟大家分享那个 YouTube 那个那个那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事情，呃，一会儿跟大家分享一个。 英国《泰晤士报》，星期日《泰晤士报》，何青莲女士去佐证了那篇文章，啊、呃，那是在接，那是在西方最主要媒体当中的首次质疑2020年、2020年美国大选的一个内、那个、一个内容。那么现在跟大家先说孙立军，孙立军呢，今天被双规了，十月一号被双规了，十月一号被双规，他是。 习近平故意的，这是故意的。那十月一号呢？因为现在是二零二一年十月一号，它突出的是共产党的概念，因为七月一号，二零二一年七月一号是共产党第一百岁的生日，所以而并不是他建国家如何。而孙正、孙立军是呃公安部副部长，所以这是代表着国家的安全安危的问题。而孙立军的身份。 他是在美国，在这个中共司法系统当中很少有的，在西方社会，在美国社会，在西方社会，他应该是澳洲毕业，澳大利亚大学毕业的，所以受过西方传统教育、受过西方的这种现代教育的人，那步入了这么一个一个高官，而他的而他主攻的这个专业呢，就是国家公共卫生。 安全，所以在武汉实验室，在当时就是归他管的。所以这里面，当他这个时候被双规的时候，这是表示了国家利益的概念，以党的名义，关系到国家利益的概念。所以在孙立军出事的时候，啊、呃，围绕着他，网上有很多说法，说他把东西呢交给了美国了，交给谁了，交给谁了，那个都有不同的说法。 我个人没有，我们我们个人没有去喷说他给谁那个东西，对于我对于我个人觉得，说实话，尽管非常多的朋友喜欢听，我跟你讲没有意义，没有意义啊！有人说说什么意思呢？说妲己到底有多妖艳啊？他怎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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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是只狐狸？嗯，呃。 我不知道朋友能听懂我说的意思，他怎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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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是只狐狸，你都能看得明白他是只狐狸，你还在乎他怎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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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吗？那是你的笨蛋，<laughs> 哎，我没有任何恶意，这是你的笨蛋，一样道理，私藏大量机密，这句话说法是有来头的，孙立军可能是个倒霉蛋儿。 他活该是个倒霉蛋儿，他手里很多机密。